啊，这游戏我一直都想不太起来，他到底是要叫我干嘛？感觉像解谜游戏，又不像。安诺，重新开始啊。这游戏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，它有时候给的那个，它是有给指示啊，可是那个指示实在是不怎么有帮助的感觉。你不清楚他想要叫我干嘛？我连跳的怎么跳是哪一个？跳是哪一个？跳这个。Shift。哦，Ctrl 加这个就好。对吼，好像叫我走这边。经常现在不知道这个，因为想叫我干什么啦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这还是我有去查说他的，我只是为了要查他的那个。动线怎么样？再是我在，我要查，等下，我对方科学在怕哎、欸，天哪！没什么东西啊，yes， 完全搞不清楚要干嘛。欧安，现在是很困惑，真的是超困惑的感觉，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游戏是目前想要叫我干嘛，因为它的动线实在是不清楚，而且怪物重生太快。哇塞！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一直被打。看来不是这里。我安安试一下。这什么都没有，每次都想不起来这边可以干什么，因为他的那个标记真的是超不明显的，怪怪的。哎，这会卡吗？突然想起来，这个游戏好像是会卡的哦，就我自己看一下。可是他没有跟我讲说有那个什么。所以没东西。
现在四处乱晃。那个有的话，可以希望有人可以帮我找一下，可以干嘛？要么实在我真的搞不清楚这个游戏想要叫个什么，我自己有查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嘛。会不会太悲催了一点啊？这个不行，这不能上去了。有斯卡那应该就还好。果然这一类3D 游戏实在不是很适合。别的，Untouchable。这也不是吗？靠，好混啊！哎，我是不应该继续往这边走啊？这好像不是我应该走的地方啊！这边应该是没有任何不搭嘎的东西啊！我是不是应该再跑回去啊？感觉就是我要跑回去，有那个黑那个有猎豹可以飞来飞去的地方才行啊！上去啊！啊！不能这个时候吃这个啊！而且我看的时候，我还发现说，我这边其实我有很多血量，什么都没吃到。我不应该先吃。一定在这边呢，可是在这边之后我该怎么办？这个游戏，好像也没有。没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嗯，哎，好难哦。Gosh， 三回。
什么都没有。目前呢卡住了，不太清楚该干嘛。Gosh， 死呀！忘了。这又是哪 ？Gosh， 完全想不出来。我没点地方。不用感谢岛内。这个地方我应该来过。有谁知道我接下来要去哪里吗？完全不知道。我看过他的路线，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走，超级糟糕的。要更往下不行啊！所以那个地方应该也有一个是，不是往下吗？可是往下也我有去过啊。Gosh， 发射！哎，哼 ！Gosh， 完全想不起来要干嘛。What the？是不是我吃过了？干啥喂？增加我的能量。
搞屁啊这个！好，回一下。这个去哪里啊？哎，等下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哎。Special A，Gosh。完全不知道干嘛。你怎么还活着？这边一定要用这个啊！这边一定要用猎豹啊！欸，奇怪啊，是不用那猎豹啊？撒回！哎，死了死了！曝光！往这边走吗？不确定哎。啊，完全不是啊！糟糕！增加了，变多了。这没什么东西啊。哪里啊这？走哪里去啊？啊，复活这是。
哇，这么强啊！啊，吃完它。啊，算了，我不是很想管它。 啊，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，这什么都没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没得吃啊！好了，补了个血。哎，我总算要走到一个正常的地方了吗？ 啊，总算有一个进度的感觉出现了。嗯，超大声吓我一跳。Gosh！ 干，上回死啊你！算了，下去打一下好了，补个东西之类。有什么东西诞生的之类的吗？有个蛮恶心的声音。 这边是不是我来过？哎，Gosh， 不要，又来一次。 不是往这边走吗？打我！怎么这边又复活了？是不是走回头路啊？ 哇，还零级，连你个屁啊！
死啦你！获得东西，我现在好像怪怪的哦。嗯，去哪里啊这？我再来这里。先打死他。喂？好吧，先跳这边。然后连跳都有点跳。折过去啊，过去了，然后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往下跳。是不是我之前来过这里啊？有呢，我来过这里耶。嗯，哦，这是之前我没有办法来到高处吗？哎，算了，完全不知道要去干嘛，那还是先跑到另外一边去啊。那至少没有比没有头绪好很多。好，好像有点进展了。啊，死啦！啊！去，上！哦，总算有个进展过去了哦。之前都，我甚至连我是怎么跨都不知道啊。Gosh， 完全连自己要走哪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再度归来。
Ctrl 加 D 什么？然后 Ctrl 加 D。啊！我要趁他那个、哦。这个不能弄。Destroy the ice shard。干啥回？突然。突然很意不明，突然很意不明的这个，稍微。突然就被秒杀了，突然就被秒杀了是怎样？我不是很确定他想叫我干嘛。Gosh， 我不是很确定这种事想叫我干什么。坏坏坏坏坏！不是很确定这是要干嘛。哦，合理卡子。我不清楚要叫我干什么啊！我自己都本身都有点觉得意味不明，我就只在这边等着而已。Gosh， 没有没有，哦，我在下面，杀回啦！那个冰过来的时候，我是要怎么防御啊？我是要怎么防 ？What？我现在是被他那个冰块直接弄死欸，两下我就死光光了、啊。What the？ 撒回。撒回啊！我不是很清楚啊，这是要叫我干嘛？我知道他有这边写什么东东。Open the sea。
消那个摧毁冰，然后可以回复那个能量之类的。救命哦！救命哦！被困在这下面了。啊！哎，我闪过了。啊呵！来不及！摧毁冰是不是？啊，这。Gosh， 突然觉得这只是单纯的弹幕游戏，不是吗？啊啊！哎，我自己弄冰自己死掉了。这个好麻烦哦。我那个出啊，我要防他的话，我就要跑很快啊。可是我没办法跑那么快，糟糕呢。一开始在这左边等好了。太久没有玩，反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。Gosh， 又来。天哪！哎，这是没有了。好吧。我现在很担心他哦。小贝卡在这边，
好难，这边超糟糕的。 哦，超麻烦，不行，糟糕！哎呦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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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Dragon Slayer， 什么鬼啊！完全不知道这个游戏叫什么，<笑>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要打赢的，就随便挥随便打，然后就突然就赢了，获得新东西。 什么？ Charge freeze enemy. Press 3 to select. 我现在有冰冻能力了。Return to battle store. 这么远啊！等等哦。 等等，有人想说这边有个东西可以拿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冰冻。 又跑走。 飞了，飞回来了。嗯。咻，跳。怎么全部都是这种啊？
哇，这可以拿来当做支撑那个支撑用的。 走到这边了，啊，过去了，啊，哦，出完这么大声，其他音效都超小声，就这个最大声，吓死人。 更下面，还要更过去吗？ 哦，原来是这样过来的。 Gosh！ 哎，这位先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 完全不想翻译。 原来是我被冰冻啊！ 这边没有下去的地方。
啊，死了，快跑哦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头里瓜子，哎，啊，变成强迫要我用这招。gosh， 各种被那个队友坑欸，我吃饱了吗？差不多。啊！吓我一跳。嗯？哦，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子哦，难怪，差一点。麻烦了，他现在给的都好，好，没有，那将要接下来去哪里嘞？哦，安哦，哦，这里可以爬啊。这不是没东西吗？没有。嘿？这边有东西可以拿。要重新爬上去，这天！
啊，这边可以走哦。press。好了，好，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动了吗？我是不是下面打开了？哦，有时候会喝别的啦，有时候会喝别的。哦。好，走这边。哎，我怎么要爬？我怎么要拉？嗯，现在要干嘛？啊？他把我当实验品吗？Gosh， 这很脏哎！我的发明会把你毁灭掉，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发明。嘎，这个很难打哎。啊，三位。哼。啊，又不行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啊！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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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突然想起来，我有那个加速技能。这种奇怪的穿越技术是谁发明的？怎么这么远呢？就你，好嘞。
跑酷游戏。Gosh， 怎么这么多？哎，我跳了哎，我跳了，怎么没反应？Gosh， 有些车超难动哎、欸，好像不知你会按错东西。哎、欸、，Gosh。哎呀。Gosh。哎呦，这应该不难呢、啊。而且他怎么重复了三次这句话？我按跳了，我按了。看，这根本就是 Delirious 的笑声。哎，为什么有时候按的跳，它不会跳起来啊？是我自己本身有问题，还是它这个按的时候，它不会，它没有那么灵敏到说它可以直接那个啊，专注在我那个按的东西的上面呢、啊？哎，怎么卡住了？刚刚是怎样卡在哪里啊？我跳不出去吗？奇怪。Gosh。好了，先吃。廉价？怎么的廉价？啊，你说这……哎，怎么有东西啊？东西怎么重生出来？连叫，感觉就没有干嘛了。哇塞，上来！跑了。
啊，吃。Gosh， 这超难走哎！哇塞！瞬吓我一跳。Gosh。怎么是他啊？跑跑跑跑跑！哦，没有冲过。好了，往那边走吗？又来了 ，Gosh！Gosh， 为什么？怎样啊？我去！我去！啊，超级不习惯的这个。啊，他不让我打算了。又回来了。My creations, I will not stand for this any longer. Behold, my
最好的发明出来了。哇，好大一只！骷髅人。哇，好强啊！哇！吓我一跳！哎哎哎！Gosh！死掉了！Gosh！怎么突然操？突然难度大炮增了，咦？难度大炮增是怎么回事 ？Gosh， 难度大炮增。好哦，两根管子打砍断，那根本就是班恩。奇怪，怎么这么多游戏它都有个通病，就是完全没办法按 skip 掉。他把你的骨头敲碎。Gosh， 为什么？等一下。哇！啊屁嘞！等一下。怎么？最后面呢？最后面的哎，我还是重新看那个完全没办法跳自己跳掉的东西吗？哎，很糟哎。
Gosh. My creations! I will not stand for this any longer. 被压死，对啊，莫名其妙。奇怪，其他就没什么，没什么这种东西，然后偏偏压，偏偏就有这种压死这种设定。Gosh， 果然那个大猩猩屁股玩够硬。Gosh。哎，怎么有其他的攻击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能够让我直接跳过这一段剧情就好了吗？他们是很糟哎、很奇怪的设定欸。 Gosh， 他没有跳过这种设定的吗？哎、欸、有欸，我按 ESC 就有了，这个东西一开始都不讲的。哎呦！十二。我一直还有把我的输入法弄出来，我的输入法刚刚已经给我爆出三次了。Gosh！ 后面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这该不是 Take Two 吧？Gosh， 刚那个东西超级难打，因为它是那种很容易给你直接给你把你血爆掉的设定，所以真的超讨厌。要下去。不行了。I see he is still in control, Fred. Gosh.I have destroyed his beast, but access is still blocked. I require another key. 我不是说他的2D 人设跟他的 3D 模型有点落差，就是怎么讲 ，2D 更美好的感觉，没办法吧。He is loyal to Mayo and believes him a true god. He has what you need. 至少他 3D 至少做的还算很 OK， 只是有时候那个耗血也耗得太恐怖了一点。
还有是他的那个字这样子，其实我不是很能够适应他的字型。写上去了吗？啊嘞？不会先往这边走吗？没关系啊。好像这个就是，稍微等一下过去好了，先把该忙的忙完再说再。学校那个园游会的摊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哎呦，哎，要去哪里啊？哎，要怎么过去啊？Map 的话是 Backspace Map 地图可以那样看，什么 Backspace？ 哦，看到了。哪里呀？总之就是要过去啊。好嘞，这边换掉了。红色。这都只是一些别的小东西而已啊。
东西开了，你是哪里啊？哦，这超黑啊！嘟嘟嘟。跳喽！很好，什么东西啊？有获得其他东西，地图就多看一下地图。Hello， 这样子的话，整个就被抬上来了吧。哼哼！哇，吓我一跳！来了喽！Gosh！
哇，他飞特！我活该啦！你把我撞飞，活该！混账东西！Gosh， 超好笑！这是不是咋飞？啊，露西欧，哦，好，并不是，你不是长白眼啊？翻白眼的节奏，哦，原门是这样打开的哦。获得新的知，那个新的知识，对，看来犹豫了一下，破坏性的什么东西，按二来选择，啊？Catch fires. Sometimes it explode on contact. Press Z 还是二啊？哎，稍微。Gosh。あれ？不走这边吗？完了又开始。哎，怎么那边有长怪出来了啦？Gosh！ 哎，这样就算了。Gosh！ 撒回。
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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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名其妙。哈哈哈哈，敢笑我啊，就刻在那个不不不不。为什么蓄能攻击可以？为什么蓄能攻击可以让他开门？下去直接给我，那个谁会知道？麦呢？又来。过来，等一下，好，没东西，接下来看看。啊，哦，原来是黄色的，我看成绿色的，抱歉。Gosh， 撒回。你去哪里了？这个倒是挺新。干啥喂？
啊，快死了，不妙。这样就，我连起来都起不来。撒回啊！啊，我刚是不是应该用那个冷冻攻击它比较有用？可是我不清楚，像对那个东西冷，那个这种冰冻类型的攻击，对它那个东西有没有效？好，没有效，一点屁都没有。Gosh， 这哎呦，赢了，光靠老鹰攻击就赢了，不要喝水是怎样？获得了新能力，我都快记不起来了啦，是不是等下是 F 了？暗示哦 ，Gosh， 哎呦！怎么变这么嗨啊？这个，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那个高技术类型玩家，所以我都只能这样玩。Gosh， 因为那个跳板的关系，
不是应该还是要下去一队？突然觉得好像找这边好像不太对。它是两项两边的那个，不对不对，变紫色其实蛮帅，有一种妖异的感觉。攻击力没有比较好啊，哼！攻击比较没有好成那个成妖异、啊。变多了，我不是只来拿这个东西的。怎么突然？啊啊 ！Gosh， 重来！
好，走过来，吓死人。这好像没什么。不行，我觉得今天这边接下来是剧情吗？接下来是剧情。飞呀，好高，好高，好远啊！我才刚讲完呢。上来，很好，过不去。啊，今天总算大有长进，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是因为怎样才有大有长进的、啊。哎，正好在看那个图示，有时候那个图示是我做游戏需要啊，真的是，为什么两个是紫色的，一个是红色的？坏，会变成红色的意思吗？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。对，意外的紫色的有一种妖异的感觉，有种邪道的感觉。其他都还好，其他是还好，那其他都还算有种，都还算正常。就紫色怎么特别妖异啊？不是啊，我们那个是毕业专题，我们要做那个游戏出来啊。我当然我只是负责里面的美术而已啊。可是这些 UI 的东西我要调整啊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调整它、啊，所以我一边玩游戏，我一边在找说哪些比较适合啊，才可以那个、啊，到时候才不会变做得很难看。好，今天这样子哦，然后之后就会把这东西玩一玩吧。对，好，今天这样子啊，玩喽，玩啦，玩啦，海厦门，不是啊。我不会写程式啊，可是我负责里面的游戏美术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负责是游戏美术，所以就那个程式跟我不搭嘎，这样子。我如果连游戏都写的，我连游戏都写，你是让我暴毙是不是？好啦，完了。